大家好，今天4月16号，在2月1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牙街跟红之城在这边。当时那个牙街那个失败，在3月27号的时候呢，又在牙街一次，不过也看到没有看到有发芽的痕迹哦，因为现在红之城正常来说它已经抽叶子了，但是啊，我们看也没看到它抽叶子，所以呢，这个看起来的失败率应该是很高，因为这个位置哦。早上的时候这边会晒到太阳，所以呢，这个牙街看起来如果被晒到太阳的话，牙街应该是没办法。那去年呢，我做的牙街实验呢是那个在放在太阳没有办法晒到的地方哦，那个阴凉处呢接得活啦。在不套袋的情况下，你放在阴凉处接得活，但是在这个太阳下哦，它没办法。那我们这个实验呢就做到这边，因为再做下去的话，它现在要长叶子。再继续让它下去，不让它长叶子，它可能会不会真的会死亡。那我们实验做到这边，我就不再继续做下去了。谢谢收看。